就是一个里，它相当于一个里，盖一个公营住宅的一栋大楼，就是一个里的人住在里边。它相当于我们八十巷，八十巷只有100户，四层楼公寓是100户，它有15条巷子放在一个住宅里边，一个公寓，一个公寓里边。大家想想，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。好，谢谢。那请问还有没有其他问题？早餐还没接啊。好，那我们可能等一下，请市政府官员帮忙准备，帮里长准备一下早餐。对，那个我们今天记者会就先到这里。那我们准备上楼参加就是计划委员会，那也欢迎各位媒体朋友一起上去，就是跟一下看都委会的情况。谢谢。那个下面是不是在限制性的两器？让大家在。好，议员要带我们再喊一下。来来来来。刚刚讲的东西啊，来来来来，好，那个，好，那么最后，我希望我们今天大家，里长讲了没有吃早餐，就到台北市政来看，其实讲讲我们都是非常辛苦，而且都是年纪也有一大把的阿伯哈，还有这个大哥大姐大哥，大家都非常用心，所以我们今天再次在这里，一定要呼吁我们都委会不要成为哈跑龙兵的。的橡皮图章，我们希望都委会不要成为好人民的橡皮图章，我们希望都委会能够发挥它应该有的良知跟功能，应该有的良知跟功能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希望都委会不要成为好人民的橡皮图章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说都委会，大家说不要成为好人民的橡皮图章，好不好？好，都委会不要成为好人民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一起上楼去。好，谢谢张议员，那我们今天记者。